一天的家奴，我今天到处都找遍了，找不到他的人了。家人们，他会去哪里啊？他不会真的回去了吧？他不会真的回老家了吧，家人们？他要是回老家的话，该怎么办呢，家人们？他要是回老家的话，就出不来了，只能嫁给那个独眼龙了。你们有谁知道他在哪里啊，家人们？不可能，他不可能喜欢独眼龙的。肯定他家里面出什么事了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他要是回家的话，肯定家里面出现更严重的情况了。要不然他不会回去的。你们说这一次是好不容易才出来的，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出来，他为什么要回去嘛？是吧？他要是回去的话，肯定有很重要的事情。你们说阿木该会不会回去啊？啊，家人们，你们帮我猜想一下，阿木是回去还是故意躲着我？你们觉得阿木回去的，扣个一。家人们，你们要是觉得阿木回去的，扣个一。要是你们觉得阿木故意躲着我的话，扣个二。你们是不是都觉得阿木故意躲着我，不想见我？要是你们看到阿木回去的，扣个一，我看一下。那他是故意躲着我了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没理由故意躲着我呀，家人们，没有理由啊。他为什么要故意躲着我啊，家人们？你们说一下。没有回去。他还在烤土豆。没有，他烤的那些土豆，卖的那些土豆是值钱的，好不好？今天已经都28号了，他之前发的那些是26号、25号的吧？那你们意思是阿莫他故意躲着我，是吧？你们是不是都这么认为的？来，你们要是都认为阿布莫故意躲着我的，扣个一，我看一下呢，是不是真的像你们所说的一样，阿布莫是故意躲着我的？扣个一，我看一下。啊，你们这么多人都认为阿布莫是故意躲着我的，是吧？那家人们，那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我问一下你们，那阿布莫都既然这样故意躲着我的话，我还要不要去找他？你们说，那我还要不要去找他？要去找的话，扣个一；不去找的话，扣个二。不去找的话扣二，要去找的话扣一。
你们都说不用去找了。你们都这么认为了，是不是？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的话，那算了，是吧？既然他是故意躲着我的话，那就算了，咱们各过各的，对不对？自己该干嘛干嘛，是不是家人们？那我也不去找他了，行不行？好不好，家人们？那咱们不去找他了，咱们就，自己过自己的。既然他都这样子故意，躲着我，故意不见我的话，没必要再去找他了嘛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对不对？对的，打个对。我今天还一天都在为他担心，没想到他是故意躲着我的。但是我一直都觉得他没有理由一直故意躲着我呀。他应该有什么事情应该要跟我说一下呀，对不对？是吧，家人们？谢谢送来的小心心啊！谢谢送来的小心心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也没有稀奇了，真的。那我们就放弃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好好聊天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不去找他了。那我这样子，我太无聊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家人们，我太无聊了。睡又睡不着。那我找人聊天啊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我这边找人聊天行不行？找人聊一下天，看有没有缘分，有缘分的就认识一下，对不对？认识一下这个网络里面的人嘛，行不行啊，家人们？我这边随机找人聊天，行不行？当然是，我觉得家人们。但是我觉得我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未清楚，找到他未清楚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什么事，必须要找到他，然后未清楚，这样子我不甘心啊，家人们，你们说对不对？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事情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跟他一起经历了这么多。我不相信他故意躲着我，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他，然后问他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要是他真的故意躲着我的话，我也没有必要再去跟别人接触了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那必须得先问清楚情况嘛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首先先问清楚情况，要是真的人家，故意一直这样子躲着我，不想搭理我的话，我也没必要一直，缠着人家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好了，家人们，那我听你们的，我就找人聊天啊，
那我们就找人聊天行不行啊？这样吗？行的话，给我们再扣个一。找人聊天行的话，给我们再扣个一。找阿明聊天是吧？那我明天去找阿明聊天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我明天去找阿明聊天。今天晚上你看都太晚了，行吧，家人们。洗的话扣个一，我明天找阿明聊天。洗的话扣个一，你看今天晚上的话太晚了。然后找阿明说一下我们之间的喜事，对吧？啊，你们都觉得可以是吧？那好，好，那家人们，我们就随便这边随便找人聊天啊。但是我普通话不好，找人聊天的话太尴尬了，会不会？会不会太尴尬了，家人们？Hello，Hello， 怎么回事呢 ？Hello， 安禄山，安禄山，拜拜。找到什么人呢？你好，你好，他又给我提醒了。什么人啊？什么？现在你找个说话的人、聊天的人都没有了吗？没事，都是朋友是吧？好，那我明天去找阿梅聊天，是吧，家人们？但是啊，但是我一定会找阿莫，找到他，然后问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接我电话，到底是出什么事不接我电话，我不甘心啊，家人们。谢谢苏老的小谢谢啊，把赞赞点一下，把赞赞点到一万就行了，家人们，就点到一万就行了。直播间我们直播间人也不多，就点到一万就行了。哎，该怎么办呢？好纠结呢，家人们。有些人在上面乱评论是吧？乱评论的人就让他乱评论吧。